而这样的行为呢，你在国内出了问题了，咱还说家丑不可外扬，要到国外那可是丢人丢到家了。你看有很多外国的朋友跟我讲，就是中国人在外边旅游出现的行为，像那孩子随地大小便有，泰国飞机场甚至出现什么女游客内衣弄湿了，洗完了直接就晾到那个座椅上，就大庭广众之下人家坐的地方晾着内衣呢，你说这像话不像话？还有的很多游客到法国卢浮宫门口看有那喷水池，也是脱了鞋脱了袜子就在那洗脚，你这给人带来什么印象？在一个公共场合随地吐痰，肆意抽烟，还有的就是一笑起来嘎嘎嘎嘎，不管旁边怎么看。有的时候就违背了当地人了，人家要求环境安静一点，文明一点。再有一个排队的时候乱插队，要没人吱声，他就自得其乐，我进去我合适了。别人说两句，他争辩两句，要不就用你管呢，用你管呢，就这种不讲理的推横车的方式，就这样。游客在国外是丢透了人，而且很多时候呢根本不遵守人当地的风俗。你像有不少人去泰国旅游，那个泰国呀，佛像庙也多，人家不让拍照，总有那不自觉进去咔咔拍照，还有的上去摸人家佛像，这都是违背宗教习俗的。有的呢在这个酒店里边开着门大声说话，而当地比方说对赌博抓的严，有的中国人跑过来又扎金花斗地主动钱的，就在大庭广众下坐地上打扑克。就这样的行为，你在一定程度上人家怎么看就觉得你这素质简直是太低了。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很不注意呢当地的法律，你像有时候入境人家规定呢烟不能带超过一条，带到人家境内你最多只能带一条。还有的老人呢怕到国外这口味不行，带些个国内的一些鲜食产品，人家是违背人进出口食品进出口的检疫法的，所以给你拦这儿了。拦这儿有的那人打滚放坡的，哎呀为什么不让我带呀，怎么回事啊，就跟人吵跟人闹。近些年来随着出境游人数剧增，一些中国游客在境外的不文明行为也引发了舆论的谴责。2013年5月，有网友发微博称，他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看到有人用中文刻上丁锦浩到此一游，看后简直令人无地自容。微博发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网友评论数达18000多条，转发10万余次。同是2013年，正在国外度假的演员黄渤在微博中晒出了中国游客随手乱扔垃圾的照片，并感慨道，臊得我上去一把捏在手里，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别人看见，一直带回岸边。这条微博得到了数万网友的热议和支持，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除此之外，泰国媒体更是爆出中国游客脚踢古寺内的钟，在公共卫生间的洗手池内洗脚等等不文明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不至于触犯法律，但却严重地损害了游客的国际形象。I think the Chinese tourists there have different behavior, but they yell out all the time. If they say, "Look, look, it's so amazing," something. You shouldn't speak louder, or you shouldn't smoke here, you shouldn't drink here. You should, you know, respect our rules or respect this place. 所以我说这样的不文明行为啊，确确实实对中国的形象，尤其是开放以后呢，我们经济整体富裕起来之后，这形象是个很大的损害。那么这些行为你归结起来呢，其实是这么三类行为，就是不文明行为是哪次有三类。第一类呢是违法的行为，像我们刚才看到公布那个在飞机上大吵大闹，又要开人家那个安全门，这都是绝对违法的。像这类法律必须严加管理，这是没有问题的，就违法的行为。第二类呢是公序良俗的问题，就个人素质极差，没有道德素养。你像我刚才说这个随地吐痰呢，大小便呢，这插队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行为，这都属于公序良俗。第三类是文化差异，就是不能做到入乡随俗，不了解人家的文化背景。